是圣诞2016啊，所以基本上有这次的伊修塔降临的领，嗯，然后还有礼装。我说真的，我真的很怀疑天草真的有人会抽吗？我不是瞧不起他，可是我真的觉得有人会去抽天草吗？哦，你看到没有？我们圣经石一开始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没有很有气势的数字99 99有没有很有气势的数字？我们来试一下呗。可以。托托利的拟人有固定衣装吗？没有哎、欸。其实大概严格讲，大概是只有他的发型跟他的脸、他的颜色、衣服倒是没有固定的。干嘛的爱情灵药？好啦，那 FGO 就是这样的游戏，你不用太在意。话说，我一直觉得我最受不了看到的四星礼装叫做钢之锻炼。哦，骑士的矜持，其实这张还不错啦，这张要拼暴击还不错，不过我已经涂满一张了，所以也没什么差了。欸，带这张基本上就一定要带辅助或是带坦，我有试过给赖光带过，还蛮强的。喜好哪种衣装哦？其实都可以耶，我也没有说特别要哪一种，就其实都 OK 耶，真的，其实我觉得都 OK 啦，大概就我想想哦。嗯，我觉得好看的就好啊！看宝石剑，干嘛？这游戏好雷哦，这游戏不好玩的。你可以，这根本是个礼装剑啊！有没有搞错？看哪来那么啊？嘎啦！这只臭鸟，这只臭鸟，我最讨厌这只臭鸟了。那臭鸟是不知道涂到哪里去的，越少越好。不过其实要看啦，我觉得看衣服，我觉得就都 OK 啊。对啊，托托利的衣服就都好啊。1K， 我觉得可惜铠甲类的不错，因为现在装甲类的我觉得还不错。对啊，好像还没有比较没有装甲类的看过。哎，好，发光了，嘟嘟嘟，洗虾米狼，啊干，狂战没救。哦，紫木，哎耶，好可爱哟、哦，伊哈拉巴，我还没有哎、欸，我们要紫木童子，还蛮可爱的。啊，他要讲话了。啊！抽筋了，抽筋了，抽筋了！我就知道不意外。啊！慈木抽筋啦！慈木上线，慈木快上线好吗？不是，这个 Apple TV 最近真的顶不太住了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慈木快讲话，快讲话！不要，他去吃糖了。慈木去吃糖了，哦，好，回来了。茨木的茨木道子，其实只是个爱吃糖的小家伙而已。没有，这个没有办法，这个是我那个 Apple TV 的问题，我之后会想办法搞定啊。鬼冢之魔，其实我觉得鬼冢之魔是一个蛮英霸的技能。La Showman， 台恩基，好了，抽到了，抽到慈木童子了，好，继续。嘿，不过我今天在那边试玩那个。我在试玩那个什么那个 APP Media 的那个抽乐，我也是一直抽到慈木童子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啊，圣骸布，你说哦，刚黑猫为什么我一直单抽？因为要拖时间呢、啊。你这个十连抽我几下，两分钟就抽完了，这样行吗？这样能看吗？我们当然是要，那保底跟没保一样，你保一个四星礼装的。你不觉得这个真的 FGO 保底跟美保一样？我真的要讲实话 ，FGO 保底跟美保一样。哎、欸，你不是你好歹给我一个活动礼装吧？你不要这样好吗？你给我个活动礼装会怎么样吗？安安，活动礼装好吗？活动礼装好吗？干嘛去你的臭狮子？干，你走开啦！真湿娃娃，对啊，活动礼装不是应该怎么抽怎么掉才对吗？啊，爷爷，又是你！你看保底爷爷，保底爷爷有什么用啊？嘎丁老师啊，保底的爷爷啊，这样你看，我们要十连回合就抽完，是不是？你看刚刚，如果我今天按一个十连抽，我可能六分钟前就已经抽完。你看我们现在多拖了六分钟，是不是？还可以。你们也知道这游戏有多难抽的，
赖达八成是那个吧？哦，那个布迪卡。手机能跑，这就是手机的啊，这就是手机的啊。好了，你看没有？时间抽完了，我们稍微回顾一下好了。我们抽到什么鬼东西？不是看 party， 云机保管室。所以我们角色其实基本上也就抽到两只角色，然后礼装的话，两个爷爷，然后还有一个圣骸布。好啦，加减吧。来继续。我是 EK。 活动礼装吗？干嘛魔力麒麟呢？不是，我说真的，活动礼装有那么难抽吗？我不过就是想抽一个那个韦伯，还是抽一个那个很帅的那个很帅的那个圣乔治，有那么难抽吗？我真的只想抽个活动礼装，你不要这样好吗？让我抽个活动礼装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布迪卡姐姐你怎么又来了？布迪卡你怎么又来了？真的是，让我这个抽个活动礼装可以不要这样吗？他是很难抽是没错啦，不过他的角色其实你抽到几只就可以用很久了啦，以现实上来讲是这样子的。没有，可是有抽还是很难抽啊，这样抽一抽包包都大了、啊。我知道他有抽会出，可是有抽还是很难抽到啊。我就是只想要一个活动礼装，有那么难掉吗？有那么难掉吗？就只想活动礼装，你又是谁？又是谁？哦，又是拔萨卡，不会又是慈母童子吧？哦，塔玛莫妙，塔玛卡，你好，塔玛莫妙。他们有没有保三还保四了？好，可以拿他来刷种火了。不过其实我本来就有弗雷了。继续 ，EK，EK， 哎，胖子是个胖子。K， 不过话说回来，真的礼装有那么难抽吗？干，这是什么呢？那个匕首。我其实我有弗雷啦，其实已经没什么差了啦。嘿，没有。不过有的时候他不出那个金边，或是还是有可能出五星，是有可能的。哎，太夸张了吧？这个礼装都没有的呢。哎、欸，摩托车，去你的摩托车 ！EK， 不，我说真的啦，那个活动礼装没有那么难抽的吧？啊，干嘛你妈的爱安若？可是时间抽保那个底，坦白讲我也保得到啊。你知道刚来讲其实底都保的差不多啦、啊。嘿呀！我觉得李忠真的很难抽。不用了啦，哎、欸，小征服王，不过我记得小征服王，我好像只有一只的样子。嘿，啊、哦，终于来了一个韦伯，啊、哦，终于来了，至少来了一个韦伯。啊、哦，宝具15%。NP15%， 其实还 OK， 我觉得还有的时候还是可以能用。K，
对啊，这张看起来还不错啦，赖达也是之前已经抽满抽好了。哇，这差不多快剩下最后十抽了。啊，不过礼装多多益善啊，可以减少一点你浓的机会，这也是事实啊。哦，剑元帅，我这只好像我已经也满了。哎呀，剩下最后十抽了，看不对，我怎么记得我上次抽2015的时候就抽了一堆扭牛，太奇怪这游戏。黑针那张我觉得还蛮强的，可是我现在不知道涂满是40还是50 AP 就是了，我还蛮想知道黑针那张涂满到底是多少，所以有出来了吗？看到没有？抽，我跟你讲，有没有各位转蛋游戏是很可怕的，不叽不叽不叽的时候，你的石头就不见了。50吗？因为我是看他另外两个给蛮多，我在讲会不会给40，我当时是在猜会不会给40、15、15啊。怎么都是角色？我怎么知道？你问他。意志太高，不会，我真的抽完就一张三星礼装都没有吧？一张圣乔治都没有吧？妈有重视哎，混！可是有抽我觉得好累哦，有抽抽起来好麻烦哦。啊，我决定再抽一次，我剩下交给抽抽力、拖拖力好了。哎，不知道这上有东西叫做马后卡斗吗？好，我决定要交给托托利了。等我一下，我看下托托利行不行。我决定要靠托托利了，我不要靠我自己了。等我一下下，等我一下下，我要交给托托利了。托利交给你，来，你帮我忙。哎，这个没有用的家伙。你这个整天只会在家里吃白饭的家伙，对不对？你为什么只会吃白饭？你说，你为什么只会吃白饭？你讲，啊，你为什么只会吃白饭？你一点建设性都没有，是不是？你臭臭的，你今天去外面玩了，是不是？你看什么喵，交给你了，就拖地上吧，拖地上吧，交给你了，嘿咻嘿咻，嘿。可恶，猫咪爪好难用哦！猫咪，你的肉球，猫咪，嘿，猫咪的手不能点，糟糕了，猫咪不能点，奇怪啊、哦！有了，快给你了，喵喵喵喵喵，好吧，你下去吧，看来你还是只能抽一个普通的三星角，哎。看托托利还是只能精抽一个静谧的哈森。算了，我们不要靠他了。你干什么坐在我后面？哎、欸，差点被我的鞋子碾到。他不生气，啊，你靠我，靠我吃饭的，生什么气？哦，啊，圣乔治来啦，哥，您在最后才到，您怎么这样子？圣乔治其实没什么屁用，我觉得三星礼装基本上就是只能拿来那个的而已，然后其实没什么太大用处。再给他一次机会哦，等一下好，我等一下思考要再改一个机会。
不吃恋爱的大小姐。其实我不会卖耶，我通常都会留耶，因为我们都卖了好可惜哦、喔。我通常都会留一张或是什么做纪念，嘿。啊，肾害部，啊，死去。看，我再思考一下，思考一下。我想一想啊，唉，不要生气，你生什么气？你为什么要生气？不要生气。这样，猫猫一个机会。好，给你一个机会。哎呀，哎呀，好了。可是猫猫在生气了。可以变得看，它也没有生气了，对不对？你没有生气吧？你有没有生气？你有没有生气？没有，你看它没有生气，它好乖。好了好了好了，下去下去下去，你加油！好，送他出去玩好了。哇！他什么小狮子？还是看这几百小狮子？啊，白帽的哈桑，人有两颗肾脏，你个毛啦！你能不说你有两颗睾丸？他气死我！可以，你可以不要提醒我刚花了多少钱吗？可以不要提醒我刚花了多少钱吗？我个死灵魔术曹大叔！那什么鸟东西啊？这不是那个吗？这不是那个吗？那个谁的那个玩意儿？你就在下一个时间里面，你们怎么会？你们怎么会觉得有这种事情？好啦，好啦，两个四星礼装，看好不意外啦。好啦，我们再最后一个，然后就收工了。哎，再一个就收工了，就没有办法了。对，巴杰特的那个装备。好了，再一个实验我就要收工了。伊斯塔应该不会进，他放这边，他应该就不会特地再让你进去了。很难说啦。哎，好了，来吧，来吧，来吧。我还有110颗，你在想什么鬼话？嘿，你们知道人的钱是要留下去做正事的。我把这钱存着，可以抽七张多好。卡姆兰啊，卡姆兰，卡姆兰之战。乔治哥，您怎么现在一直来呢？死阿卡，若是金的多好！
你看又是阿卡金的多好。穿刺弓，你说狂的还是枪的？我有啦，枪的我有啦。不是啊，至少金的弓一来，你还是我还是可以派得上用场啊。你来个三星弓来，我没有用啊，对不对？你至少来了一个那个什么红阿恰之类，我还可以放进去。枪大弓我有啦。哇、哦！打了用三十 K， 干一个麻婆咖喱收尾了。红 A 很好啊，红 A， 你有什么不满呢？好啦，干嘛一个保底，一个保底盛夜礼装。啊，好了，我不抽了，我不要抽了，烂游戏，我要把80颗石头，我说是要存下去啊。不过我觉得我这个人很有高，等一下哦，现在是几月？11月、12月，哎，算了，不要了啦，抽光哦，抽光。抽光，我先看看哦。你都抽了这么多，不抽吗？你知道上一次，你们知道上一次发生这件事情，就是发生在伊利亚身上。然后伊利亚那一次就出歹机啊。然后伊利亚那一次，我两单下去什么都没有，你知道吗？好啦，有抽到那个美游礼装啦，可是就，但可是我觉得依照我的个性啦，我一定是等一下晚一点就把那个抽掉了。我觉得依照我个性，我看的石头在那晃，我会不小心就手就把它抽掉了。沉默成本，赌徒就是要懂得收手啊！赌徒就是在你抽到的时候，就是要懂得收一收手。我自制力低落，我就超自制力低落好吗？是不是自制力低落？是不是？你看自制力低落，是不是就自制力低落？有没有？那其实我当时会有点想抽零，是因为零算是我没有五星功啦，我缺的就是五星功啦，是不是？你看这个游戏啊，这个游戏不太对劲啊，有没有？对不对？自制力什么的，是不是？什么自制力什么的？赌徒都是收手之后，是不是？你知道我现在，你知道吗？我现在唯一这个里面。好啦，扣掉第一排啦，我是可以再摆一只啦，我还有可以摆的，我就这个位置没有啊，我就是这个位置没有，是不是？我就是因为这个东西没有啊，我多想把这个洞补起来，是不是？我说不是补小黑的洞，我是说，啊，这个位置其实有啦，只是就还没练好，还不想放而已，我就差那个位置了，我就差那个洞了。就差那个洞，我都想把它补起来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可以去看，你看你的有屁用？我都看我的。干，又是大叔，不行，我觉得看到这个三世，我就觉得好像不太妙了。法老金是上次抽那个埃及艳后抽歪的。那我埃及艳后就出了他，
动不动就十连，你们这样对吗？动不动就十连，你们说十连就十连吗？十连就十连嘛，是不是？不会啦，不会，我很有自制力的，你怕什么？不会啦，再单不踢孔笑哦、喔。没有就没有啦，这个没有就没有了啦，这没有就算了。那要抽不到就抽不到吧。这个没抽到就算了。小刚。你们干嘛那么被英雄们耍？等下小弟生气不来你家哦，面包、哦。是啦，阿周娜其实也不错啊，阿周娜还可以自补 NP 耶，我觉得其实还不错，蛮好用的说。吉尔德雷，啊，又是乔治哥，啊，四星岭，四星岭其实好像也没什么用，对啊，没有那么好抽的啦。你们以为这个？你们以为这个游戏有那么好抽？这个游戏你不知道就是以坑出名的吗？是不是？是不是？这游戏就是以坑出名的。哎，好了，35啦，我知道你们看35也不会开心啦，是不是？好了，看你们看的这个35，也会觉得全身难受了，对不对？很接近，你个毛！他妈讲什么屁话？这生死什么很接近？很接近，你个毛！他妈攻下面销毁你们这些人哦！他这气死我了！讲什么蠢话？有啊，有时装啊。来了一个大卫，最有自制力的。我这个高手，我这个就给你们看一下，就是那种叫什么？那种哦，月灵随意，这张还不错用。他不会跳那种。又保底耶，可是我没有狗哥，有狗哥就不错了。不过其实我觉得这游戏的四星真的也蛮难抽的。小刚，
我这次都没有看到银转金哎。哦，最后一张到了。好啦，算了算了，够了够了够了啦，既然已经够本了，好了，可以了可以了，可以接受了。好啦好啦，至少来了一个农具跟月灵随意。这张 Q10NA10NP10%， 我感觉这张好微妙哦。三次无敌，这张真的还蛮猛的。如果这个抽出来，我还不，是不是？吕布，好，收工了。好了，收工了，各位，谢谢收欣赏。